哇，豹子，二这边，你说吧，二四，哦，二不是这边吗？对，哎，你怎么坐下来不会开门啊？不是，因为很少两个骰子，很少两个骰子，这个没有多少关系吗？因为没有拿过二这样一个数字，很特别。二就是粗啊，十也是粗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庄家你开门牌。好。来，决战北风北，可不可以拿到19000了？来看双方的牌，看看我们庄家德兰的牌，德林的牌。出赛。好，来，二条。9万。两个人打很快。慢一点。4万。哇，这就是抉择。1万。一个人吗？抉择。6条。啊。快出声啊，玛丽！他说不能出声了，我就啊，出声音了。二饼，太可怕了，怎么办？8条，好紧张哦。4条，希望打了饭吃不到。那你不要胡，过。1万，8万，决战北风北很恐怖啊！真的很紧张，就那么多钱啊！没有，哇，吃一个，哇，啊，放炮了，停牌喽！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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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这样嘛！我现在摊开了，不要这样嘛！啊，换！等下，你要不要换牌？你还不要换？不要啊，就胡就换的吗？胡就胡啊！不是，我说你要现在要不要听定的，还是听定的，还是你要会转张？你会不会转张？哦，我没办法转啊。你没有转，所以盖牌了，不换牌了。那你也听了，他也听了，听了啊。对，两边都听了。那想盖我摸牌哦。哦，你摸。来，请倒下来。就不能换牌，都听了，都听了，听错了，不然就自摸了。他的也美啊！对，他也没有，他6、9、8他两张，哪个都行。你比较强，该我摸？不一定，我告诉你，这很难说，好可怕。我刚听卡莎米就自摸了。对啊，你听错了。他在教你，他在教你。我说啊，自摸了，对不对？定自摸了，少来点。凯西太可爱了。恭喜德兰，9万啊！我刚才，谢谢大家。这怎么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来，我会算命哦。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牌，我打二饼，嘎八饼，打九饼，看三饼，那就是选择啊。对。那我当然打九饼吃不到啊，我当然打远一点啊。你选择错了。好了，选择错误，结果一摊开，他我摸9万。对啊。我6万。啊，五饼。注定是他的，两张是谢谢，哇，恭喜德兰哎！